4月24日，郭富城老婆方媛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出游美照，并配文“加油健身”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画面中，方媛打扮精致，穿着白色泳装，头戴遮阳帽，一头长发披肩，状态非常好，丝毫不输圈内女明星，难怪可以得到天王的青睐。方媛虽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，但身材依然很能打，一双大长腿没有一丝赘肉，自律的身材管理让人连连惊叹。如今的方媛虽然已经34岁了，但看着还像20多岁的样子，整个人看起来很有活力，想必这些都离不开她的自律。方媛坐着豪华游艇出游，隔着屏幕也感受到了她的好心情，也看得出来她也非常享受现在的状态。平常在家带带娃，偶尔出去工作，与好友聚会等等，小日子过得不要惬意。其实自从嫁给郭富城之后，方媛也被宠成了女王，如今他们的两个女儿可爱又漂亮，一家四口十分幸福。最后也祝方媛越来越优秀。